好，我是林一如。有最美丽主持人之称的白嘉莉，绝对是民国60年代台湾最具指标性的代表性人物。当年您只要打开台视频道，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白嘉莉美丽的身影。而就在台视60岁生日的这一年，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白嘉莉小姐再度回到了台视的娘家。嘉莉姐，欢迎您。嘉莉姐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哦，今天可以邀请您再度回到我们台视的摄影棚。谢谢一如，我也非常的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回到台视的摄影棚，跟这么多的好朋友见面。我们知道嘉莉姐非常的喜欢鲜花，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准备了一束非常美丽的花要送给嘉莉姐。谢谢谢谢，好漂亮的玫瑰花，哇，谢谢谢谢，感谢。白姐先帮我们回忆一下哦，就是刚刚您走进台视到您坐在这个摄影棚，跟您40年前录影的感觉是不是完全都不一样了，还是有一点点熟悉的感觉呢？我已经离开40多年了，所以这一次进了台视的摄影棚，我真的很高兴，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哦，对耶，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怀念您，尤其是您在台视的那段岁月哦，真的当时想到台视就想到白嘉莉。我们知道您很年轻呢，就曾经在这个中央酒店哦，就是主持过他们夜总会的节目，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主持人。但是是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您进到了台视，而且跟台视结下了一段这么美好的缘分？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全台湾只有台视一个电台，那大家有了台视，所以大家看要看电视都很惊喜。那个时候我在中央酒店主持节目，那么台视呢有一个节目叫做群星会，所以刚好那个是歌唱节目，那么刚刚开始都请了一些歌星来唱歌，所以那个制作人是关华石还有盛芝小姐，他们邀请我到这个群星会，那是现场唱歌，有乐队现场，你都不能想象到我们那个时候属于一种也是比较客难的方式。那就是这个机缘到了台湾电视公司。当时是在民国60年代初期进到台视，一直到大概是民国66年、67年，就是1977年的时候，您离开台视到印尼去嘛。那这段期间，其实嘉莉姐她主持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节目，而且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大家都非常非常怀念您当时美丽的倩影，还有幽默风趣机智的主持风格。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带嘉莉姐一起来看一段 VCR？ 是我们台视的制作单位特别先帮您整理，就是当时您在电视上面非常优雅的倩影，我们先来看一段。节目白姐，您看完什么样的感觉？这些节目我都不晓得台视还保留着我这么多的这个节目，非常感谢台视，还有
现在可以看到我这些节目。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是群星会啊，群星会之后呢，就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歌唱节目，后来就有一个时代之歌，制作人是李鹏远，台视也希望能够再有两个歌唱节目，于是呢他就请我来主持，因此我的第二个节目就是时代之歌，也是歌唱节目，之后慢慢慢慢有欢乐周末，很多很多的节目，我可以说把我的青春都留在了台视。哇、wow, 所以您这个非常美丽优雅的倩影，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 VCR 的呈现、哦、让白姐看，让大家看到就是嘉丽姐当年的风采。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布景哦，也找到了当时这个嘉丽姐您在台视的一些非常美丽的倩影。但是我觉得您现在跟当时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您保养的还是非常非常的美丽。谢谢、嗯、我也谢谢台视保留了这么多的这个录影带，回头送我一份。好，没问题，没问题。对，其实我觉得刚刚透过这个 VCR 可以看到，我们大家一般对嘉丽姐的印象都是最美丽的主持人。但是其实我自己看完了嘉丽姐您的书《回眸》，我觉得您不只是最美丽的主持人，我觉得您非常的有内涵，而且呢，您在每次的节目这么的用心，包括说您在服装、在歌唱的表现上，您都是要求做到完美。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嘉丽姐来聊聊几个您真的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节目。首先想要跟嘉丽姐来聊聊《银河玄宫》这个节目。哦，是《银河玄宫》对。我个人为什么觉得这个节目最有代表性？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一个呢，它结合了歌唱还有访谈的节目。我们在过去不会常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杂志型的节目，而且呢，嘉丽姐在这个主持的过程当中，您给了制作单位非常多的意见。对，所以我们可以请嘉丽姐来聊聊当初这个节目的构想是怎么诞生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住在澳洲，澳大利亚，如果我平常只要有一点点时间，我会赶到澳洲去。在那个时候呢，我看到澳洲的节目，他们比较先进，有的时候有机会出国的话，也看到外国的节目，他们都是有访谈。那我就觉得一个节目里不要光是歌唱，那么有一点这种访问特别的贵宾，所以呢，我就参与了这个。银河玄宫，银河玄宫是台湾电视公司的节目部制作，自己制作的节目，所以我参与，我也挺忙的。我们要看看，邀请哪些歌星上我们节目，因为你知道了，歌星上电视节目，他们都要打歌，那所以我们节目呢就说不行，你那个时候有邓丽君啊。欧阳菲菲，我们就说啊，你只能唱一首歌，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进化歌曲。哦，进化歌曲，进化歌曲是什么啊？我们现在的观众可能不太了解。我想你可能也不了解，好像我刚才唱那个《我是你的好朋友》，还有《这里是个好地方》，这些都是进化歌曲。那么。就不要有靡靡之音，靡靡之音呢是什么？谈情说爱，对，提倡社会的善良风俗，对不对？对对对，要整顿这个社会风气。是，所以呢，多数呢，歌星要打歌，那么所以进化歌曲多数由我来唱。哦，那个《银河玄宫》节目里面，我觉得。我访问了很多，好像那个时候有朱明先生，他们刚刚起步，因为他也是很年轻，刚刚起步。那么在我的节目里接受我访问的时候，他拿了一块木头，一边访问他，一边他就在雕刻啊，很短的时间他就刻。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个白嘉丽怎么变这个样子？”他是。照您的这个形象来雕刻吗？他很了不起，他那个时候很年轻，我想他大概也是刚刚出道，所以呢技术很好，导播说要快一点哦，他就刻把那个形神态刻出来。你看他现在的所有的作品都很了不起，是那时候还有林怀民先生，很多都是在那个时候刚刚起步，然后上了我的《银河玄宫》节目。另外
外呢，就是在银河旋风这个节目当中，嘉丽姐也访问了很多国际的重量级贵宾，对不对？对，因为嘉丽姐的外文非常的好，所以呢，就是台视有大大小小重要的贵宾来，一定都是嘉丽姐亲自出马来做访问哦。嘉丽姐的英文到底有多好呢？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段 VCR。Can I ask a few questions? Yes, sure. How many shows do you have? Well, I have three different programs a week. This program is a Saturday night, 1 hour. Another one is Sunday afternoon from 1 to 1:30 called Colorful Life. In Chinese, 彩色人生. Another one is Sunday evening from 5:50 to 6:30 called 曲相逢.Well, I hope you have time to join the live show I'm tomorrow. Very glad that I came here, and I hope to watch your show. Welcome, any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Do you like this? It's very excellent. Well, I have a souvenir for you and two of them. It's Chinese tea. Remember, for quality, flavor, and health, this is the best one. Wonderful.Thank you for coming to my show. Thank you. You know, I also do interview you. Yes, well, we'll interview each other. Oh, yes. Good. Thank you.哇，嘉丽姐，你真是台湾最佳的亲善大使。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平常也很忙，那我们台湾这个英文不是那么普遍，所以呢，那个时候胆子很大，只能这样说。我知道嘉丽姐的英文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就是就这个您讲英文完全没有口音耶，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我知道其实您从小就是非常的用心在学语言，因为您的父亲是位飞官，他曾经到美国短暂的接受过训练嘛，所以他在用英文跟人家沟通是非常的流畅的。那还有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立志就是我要把这个英文学好？听说嘉丽姐小时候曾经想当过外交官，是不是？是啊，我一直想做外交官，到国外宣扬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次我在学校里也是听到有个人演讲，我就发现很好。所以在那个时候有日文啦、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学了，现在都还给我们的老师了。不会，我就刚刚听到这个嘉丽姐的英文真的是讲得非常好，所以那个时候包括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纪录片之外哦，还有呢，包括嘉丽姐您访问过重量级的贵宾，像拳王阿里，对不对？哦，对，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拳击赛全世界有名，他过境台湾在飞机场，那么我就到机场去采访了他。那一段也在我们银河旋风节目里面播出。其实嘉丽姐哦，在您的书中有提到，您觉得一个成功的主持人哦，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融入节目当中，而且呢要把节目的精神传达给观众。那很多的粉丝会觉得嘉丽姐的台风非常的好，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节目是完全可以展现嘉丽姐的这种临场的机智反应，而且听说您也非常喜欢现场录影的节目，就是《喜相逢》了，对不对？是是是，《喜相逢》是一个现场的节目。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差不多因为大家怕这个节目有一些瑕疵，所以第一个现场跟观众还有观众一起的这个节目，我很喜欢，因为你知道录影的话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对啊，那现场节目就是好像比如说是6点到7点，那么你只要集中精神，不过大家都很担心，因为可能有的时候现场会有一些状况出现，对啊，所以必须要提着精神，但是做完了你就可以回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我喜欢，而且临场有一些临时的一些事情发生的话，那么你可以随机应变。就有一次就有一个观众，我们请了一个外国的一个客人，哦，他就是那个时候有一部连续剧很有名，叫做轮椅神探。轮椅神探。在那个时候，那个轮椅神探男主角胖胖的，他是坐在轮椅上，
但是他本身他是演戏是这样，那么他来到我们节目里，我就介绍给观众朋友，他要颁奖给他们，颁了奖以后，那一般我们的观众也是比较也不是那么开放，拿了礼物转头就走，很害羞啊，对，他的手就伸在那边，那这个走了，我一看，哎呀，很不好意思，好像失礼了，赶快握住他的手，就给他解围，不然的话，他这样子那个人走开了，很尴尬，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常常我们也会碰到一些有的人，很多临场的事情。我喜欢这个节目。有没有像观众有一些很临场的反应，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然后佳丽姐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哎，我要怎么去跟观众对话，化解那个危机。有。他们就不下去，看到我后就一直拉着我的手。粉丝。因为那是现场节目。对。那么抽了奖，他上来领奖，拿了奖品后，他一直抓着，我要看你，我要看你。那我手也。伸不出，也很仰慕你。对，因为他们的热情会让你就觉得说，啊，好感动。那后来怎么样去很巧妙的化解这个状况？是啊，我告诉他，等一下下了节目，我再跟你拍照，好不好？哦，哇，所以佳丽姐就是高 EQ， 对不对？就是您会在那个总是用非常优雅的方式去化解可能在临场做节目碰到的一些意外的状况。白姐刚刚跟我们谈到说，您非常喜欢现场节目，因为它深具挑战。对，而且呢，有很多临场的状况是您需要发挥您这个主持人的功力去应变的。那也让我想到了，在台视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节目叫做《欢乐周末》，白姐是不是有主持过？有，我们那个时候做节目的，总是想说给观众一些不同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有在摄影棚里，还有到室外。室外当然那个豪华酒店，它有很漂亮的舞台。那么我们有请外国的朋友，他们有做特技的表演、魔术，各方面在那个大舞台上表现出来，大家看的是不同的，可以满足观众的这种喜欢。嗯哼，所以那个时候的节目真的是很丰富多变哦。那么其实佳丽姐哦，那个时候真的主持了非常多台视大大小小的节目。对台视的观众朋友来讲哦，就是最近大家对台视的这个跨年节目印象都很深刻，叫做红白艺能大赏。但其实在佳丽姐那个年代，每年也有所谓类似我们这种春晚概念的节目，是不是每年都是由佳丽姐来挑大梁？是啊，那个时候我想我们说起来的话应该是40多年前了，因为45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是可以说第一个，这等于是春晚。我们有两个节目，一个是在农历年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这些表演的人大家都要做自己不同的，比如说歌星来演一个短剧，那演员他们也来唱一首歌。所以那个时候呢，好像我就反串唐伯虎点秋香，我还唱评剧，有石玉卓、梅龙镇，都反正很特别，让大家很喜欢。所以到了农历年的时候，大家都坐在电视机前看我们这个节目。另外还有就是在12月31号，阳历年那个时候，我们也有特别节目，好像是我做了这一年，还有做一些平凡的人所做的不平凡的事。所以我想真的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献给了台视。其实啊，就是佳丽姐刚刚提到这一年哦，在民国64年的这一年的这个阳历嘛，您讲说12月31号的晚上播出的这个特别节目，里面有一个十大建设的特别报道。哇，佳丽姐那个时候是亲自下去主持这个十大建设的特别报道。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就是蒋经国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他推十大建设，可是一开始好像民众不是很接受，对不对？有一些民怨，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会请到佳丽姐亲自出马去主持这个节目？你要知道，政府在推一些新的政策的时候，特别是修路啦，这个机场啊，会有
对于民众不方便的时候，那么那本来这都是新闻部在介绍政府为人民为国家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想到要大众化，让大家看到。那我上电视呢都是穿着长礼服打扮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希望说我换了牛仔裤戴着帽子，工地的帽子，到工地去直接跟这些工作的他们一起，我们吃便当啊。所以我也很怀念那个时候，我还到了那个那时候坐我们火车要通过要有那个大山洞，那机器在里面，真的我很怀念。他们就希望我来为大家介绍，而且我们用很浅易的不是很学术化的，比如我说中钢啊，那个时候它整个的一个那个大的那个他们说多少多少平，那我们就说哦，这个大概是有20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他们在放机器啊或者做什么还有桃园机场。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做节目啊每天都下着雨，哎，很难，天气不太好。对，我记得到桃园机场我们制作人陈君天他就说找来了2个小朋友拿了石头说你们现在去埋在这个地上，因为整个的那个机坪都是很平坦的，那你们现在石头埋在那里，以后回来你看看什么地方你埋了这个石头啊。我现在每一次进出我们这个桃园机场，我心里真的感触很多。我飞机快降落，你要晓得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飞机场，那如果在政府不在那个时候推广这些，所以我们今天享受不到这所有的福利。哇，其实我觉得嘉丽姐在那个节目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哦，就是有一点像是帮助民众去了解这个政策。是，你会不会觉得很有一种参与到帮到国家的这种荣誉感？对，我个人呢虽然是很辛苦我们在做那个节目的时候，但是我能够参与到这样子的神圣的这么盛大的这种工程，我觉得自己很荣幸。我画画画了有30多年，我嫁到印尼还有2年都一直在重播这个银河玄宫的节目。对对对，因为大家想说白嘉莉很快就离婚了会再回来主持节目所以那我就在想这个时候一定培养自己的一个嗜好，也不要让人家说中了。我也很感谢就是所有爱护我的朋友们，我的粉丝们，他们愿意来收藏。另外呢我也是把这些都是做拍卖捐出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这些团体跟朋友们。